玩不累，这是我的世界中必不可少的方块。从出生在 MC 的第一天就和它息息相伴。你敢不敢用积木来还原这个 MC 工作台？诶，我家里刚好缺一个储物箱，要不今天就来做一个大一点的，哦不对不对，再大一点的工作台。我的世界来了，赶紧去给作者点赞呐！首先做一个底板，底部是地板的纹路，铺的厚一点，这样就不容易坏了。好啦，接下来我就要开始制作啦。小伙伴们，我的工作台完成了。来看看，这是底部，然后这是侧面，有 3D 凸面效果，最后是顶部工作台的样子，颜色嘛稍微有一丢丢差异，没办法，做得大不够用啊。而且这边的工具还可以拿下来使用哦，比如锯开苦力怕，看看苦力怕身体里有什么。分享点赞，而且呢，这个工作台还可以从这里打开，可以放书，还可以放积木。哇，满满一下！好了，现在就给你们5秒钟的时间来猜猜，玩不累现在在里面放了什么？猜中有奖哦！打开给你们看看。哇，这是一把弓，还有。铁剑，还有钻石斧，还有，诶，这是什么？哦，钻石套，最后还有一个，一只苦力怕。还想看什么？评论区等你留言，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